现在是拿到空调去的，是不是？时间。你看不到，送电不就打开了吗？全部打开就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看到温度达到，然后它要启动机器，启开电视箱也看不到，就在转。少了这一个就不停，那就少这一个，就少这一个，就少这一个了。那些操作你充电吧，这个在下面还上不来，这个温度。